根据海绵宝宝的编剧表示，卡通里面不会将鱼类描述为食物，或至少不能将鱼类作为食物而互相吃掉，所以我们直接用删去法把鱼类和虾删除。同样的逻辑也能套用在蟹老板的螃蟹、派大星的海星，最后就得到了，就是贝类。各位，美味蟹堡的世纪之谜我解开了。大家好，我是李威。这次的挑战真的很困难，难点倒不是怎么把蟹堡做出来，而是真的太多人做过类似的主题了，一个不小心配方跟别人一样又会被嘴。如果我又做得比别人好吃，那不得罪一狗票的人了。要做出真正的美味蟹堡，当然得遵守海绵宝宝的制作方式。不过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眼镜的朋友应该发现了，这边少了最重要的汉堡肉排。整个美味蟹堡真正的关键点就在于肉排的秘方。美味蟹堡的汉堡排秘方在海绵宝宝的卡通里面一直都没有公开，于是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资料，大部分的结论就是这个咖啡色的汉堡排就只是用一般的牛角肉做成的。这是美国名厨 Babish 说的，不是我。牛角肉，先把绞肉搅拌揉捏到有点粘性，塑形成圆球状后，双手来回摔打，打出空气。哎，我知道，我也不想做这个，这个做出来不就一般的牛肉汉堡吗？什么垃圾玩意？还什么名厨，什么厨神，笑死！为了做出原汁原味的美味蟹堡，当然得从海绵宝宝开始。即使在卡通里面没有把美味蟹堡的配方公开，但一切还是有迹可循。从源头开始，既然海绵宝宝是美国的卡通，还是得用原文来理解会比较正确。首先，美味蟹堡的英文原文叫做 Krabby Patty， 如果把 Krabby 丢进 Google 翻译里面，你只会得到克拉比。啊，再往更深入一点查询才发现，哦，原来蟹老板名字的全名叫做 Eugene Harold Krabs。所以合理推测，这个 Krabby 的来源是源自于蟹老板的姓氏 Krabs， 也就是很像我们看到的陈家冰淇淋、李记排骨酥，只是一个姓氏而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再细查了一下 Patty 这个字，指的是碎肉组合成的圆盘状肉饼，大部分指的是牛肉，也可以用素肉、蔬菜、豆类或者是谷物来代替。不过里面倒没有提到可以用蟹肉来代替，用蟹肉做成的肉饼难道就不叫 Patty 了吗？于是我用我理解出来蟹肉汉堡排的英文 Krab Patty 来进行搜寻，结果发现大部分的食谱如果提到蟹肉的汉堡排都不会使用 Patty 这个字，而是使用 Cake， 也就是说蟹肉的汉堡排英文叫做 Crab Cake， 也就是说 Patty 这个字在美国人的理解中应该还是属于牛、猪、鸡、羊等动物的肉排，也就是说，美国民主的理解是对的，谁让你自作聪明了？突然间我想到了，在海绵宝宝的某一集中，章鱼哥从原本不喜欢吃蟹堡，直到吃了一口之后，最后竟然发狂似的热爱蟹堡，这不就是了吗？章鱼哥是章鱼，什么东西能让章鱼发狂呢？上网找了一下章鱼爱吃的食物，章鱼是肉食性，基本上什么都吃，吃的食物有螃蟹、鱼类、贝类、海星，更大型的章鱼甚至能捕食龙虾或鲨鱼。蟹堡王餐厅里面的客人大部分是各种鱼类，虾子也被拿来作为人物的设定。而根据海绵宝宝的编剧表示，卡通里面不会将鱼类描述为食物，或至少不能将鱼类作为食物而互相吃掉，所以我们直接用删去法把鱼类和虾删除。同样的逻辑也能套用在蟹老板的螃蟹、派大星的海星，最后就得到了，就是贝类。哇，世纪之谜美味蟹堡的秘密配方终于被我解开了。而且看了这么多集的海绵宝宝，我也发现贝类在海绵宝宝里面的定位最多只能当作宠物，还不能当作一个人物，所以就算吃了贝类，在卡通里面也不会有同类相残的问题了。哎呦，原来在肉排里面还要加入贝类。贝类，接下来直接开始制作美味蟹堡。扇贝洗干净后全部切碎，切碎后全部倒入牛角肉之中，搅拌均匀，抓一坨出来，把它捏成球状，双手来回捧摔，打出空气，压扁它，撒一点玫瑰盐、黑胡椒。真正的美味蟹堡里面的汉堡排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顶多在里面再加个蛋。接下来没这么简单哦，还要遵循海绵宝宝的制作公式。A Krabby Patty is cooked for exactly 283 seconds on each side. A few minutes later.美味蟹堡完成。
哇，这个绝对是全世界最接近原版的美味蟹堡，帮大家试个味道。哇，这个汉堡排每面煎到283秒，那就是4分多钟。外表跟刚刚看到的一样，整个都焦掉了。然后其实汉堡组合的顺序也影响很大，整个吃起来跟一般吃汉堡的口感差很多。当然有办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吃啊，不过我们这一次忠于原味，而且这个美味蟹堡呢，原本设计就不是给人吃的，是给海洋生物吃的，合理啦。哦，这个美味蟹堡除了不太美味之外，其他的都不错。这版本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试看看，其实煎肉排的时间可能稍微再调整一下，味道就会提升很多。不然煎得这么焦，不但味道不好吃，可能还会提高致癌的风险。我自己本身呢就懒得让大家实验一下，牺牲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忘记我的同情在后进者。最后我也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们，这个美味蟹堡虽然是最接近卡通的版本，不过它的完成度却只有 99%。 还有最后一趴，就是整个卡通的故事背景都是在海水中进行的。让我们得模拟一下环境，这边是3公升的水，每1公升的海水中我查过了大概有35公克的盐，所以加入105克的盐。真正的完成版，真正的美味蟹堡。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